佛蒙特州目前已停止了所有新冠病毒的免费检测站。尽管如此，在我州，您仍然可以继续领取免费检测试纸盒。您可以到难民安置办公室和非洲人协会领取。如果您有医疗保险，您可以到药店领取。您也可以打211的电话询问其他免费领取的地方。如果您需要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，请联系您的家庭医生以获取更多的信息。如果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阳性，而且有患有高重症的高危险，请尽快联系您的家庭医生，咨询可行性的治疗方案。